来吧，三连战，往前走打五个人可以获得丰富大奖。哎，笑话。我们先让这个可爱的小火龙吸个趴。哎，玩 Y 会变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另外一种切换方式。可大家没有错啊，我只是不喜欢他而已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。像我这代，我想练快龙。可达鸭，哎，我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个那招可以用。我的作弊技能，摇一摇。哎，还没。跟之前的八七八像，算，但是它的画质怎么担心？看起来就是舒服。哦哦！90，那我的雷电加速可以换了吧？不然我把电光一闪换掉。90哎。啊，这招很帅啦！电光换掉，电光一闪换掉，好吧，换喽。电磁波换掉，电磁波不是很猛吗？那我电光一闪先换掉，反正之后再看第一招要不要换好。我先换掉电光一闪，后面再看好了。电磁波不能抓衍生就用不到，好吧？打道馆战电磁波没有用嘛？因为像这种 debuff 的东西，我在我玩过的版本里面都没有在用。史万福特是也100啊。电磁波，好啊，电磁波啦。哦，之后还有一招是高压福特，也是类似麻痹性质的新技能，对不对？我要问问看有没有钢铁尾巴，应该蛮想要的。好烦哦！我在玩我的手把的时候，我一直按到旁边的键，然后害我都读不到那个手把。嘿嘿，来了，地面是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小火龙终于会火系的啦，感动。
小火龙要16等啊，快的。喵喵。喵喵，哎呀，喵喵，拜拜。一般系的最悲惨。啊，好想要哦！哦，好可爱哦！我的妈呀！哎，我看见了，是不是跟那只换啊？最前面的。哎，啊，哎，好啊，我们可以加入啊。不加入吗？哎，我没有没有，我想要加入啊，我想加入。好啊。加入没什么不好啊，可以为所欲为。现在先锻炼一下皮神，就他一打拳。哎呀，真的太可惜了，我也觉得很可惜。我们先跟他拿小火龙吧。哦，我抓到56只啊！好，我收下。哦，先看他的个性，先看他的个性。哎、欸，这只是不是随机给啊？哦，在这边就可以洗个性了。可是我已经毕业了、欸，没有，我毕业了，我该抓的都抓到了。害羞啊！爆炸，他给的会比较好啊。好吧，那算了。还好，我不是这么硬核的玩家，我只是想要全破而已。这个有没有对战？肯定有的、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可以挑啊。
我只是这边没有存到档，有点小懊悔，但我也不会在那边洗啊，想洗了就在那边停留吧。25号道路，洗起来看的也蛮无聊的。哎呀，我今天应该直接会冲到第八道馆吧，玩到早上的时候。大眼蛇真可爱。我们现在征求一个有 Pokemon Go 而且抓到很多神奇宝贝的玩家，我们在七张捷运站面交。嗯，直接一个联动。那个大叔，你可以让个路吗？过不去。哎，我想抓，他不让我上去，请借过。哦，原来可以过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抽到永生配合要送你，那么难抽，算了吧。他们又丢歪，为什么啊？这就有点难抓哎。用道具好。反正这种可达鸭不是很想抓哎，反正我有了。现在练等就是要一直抓野怪没有错，然后遇到训练家才会打。好，聂宝这时候看见了，他是地面系的，是不会放任何电属性的。他不会的。我等下16等待就开始练小火龙。哪里有一颗球啊？哦，看到了，躲这么深。哎，这个兄弟有点胖。这里有一个球。哦，有了，捡到了。欸，我想要抓比比鸟欸，我都找不到。去外面怎么玩？你一样有这一抗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拿着你的掌机萤幕，然后一直转。
然后再丢出去。非常模式，啊，小心欸，不要砸到人。是不是道馆战的时候我才可以用特殊的招式啊？我现在都还不能用。小拉达，靠，这边人也太多了吧！我觉得可以把小火龙拿出来练。哦，还好还好，晚点派他。岩石系的觉得有点北蓝。哎，你这个格斗招哪来的？万力哦，那继续打好。这位同学让我想起了一个国中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在没有水的地方用水力神奇宝贝，非常的合逻辑。哦，梦幻，我印象中它是特点，但我没有仔细研究。我是直接买那个数位版。那这样它会送吗？等一下。我男朋友要是也能像你这么厉害就好了。很简单啊，只要你成为我的女朋友，那她就变得很厉害了。哎、欸，帽子戴好，哈哈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戴绿帽？这颜色很适合你哎。靠腰，他刚好拿到水系。你是不是在针对我？我刚换小火龙，就给我用这个。你很针对哦。香客了不起，抓爆你！干！角色被换，
啊啊，不是很厉害。再见。哎，我有点太依赖皮神了，真是的。哎，电磁波哎，那现在电磁波也没有用啊。精灵球 Plus 里面会装梦幻，可以传进 Switch 里面。哦，是你说同捆包的那种吗？那个球不是手把，但他在抓宝可梦的时候可以用。然后他好像也有一个充电座。啊，那是手把？是吗？可他不能控方向键吧？还是他有？丢出去，然后就回不来。哦，他什么都有，有陀螺仪，有按键。完了。为什么我要练小火龙的时候，大家都把水晶拿出来？为什么？他只会弹跳，嗯，加油！啊，不换了啦，受不了！哎，这也是那个小智的招牌脚。最早期的时候有用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打一打他就会破坏死光了，我也是没有看懂。嘿，哦，这个是交换中心吗？你好，我是宝可梦，才怪嘞，我是正辉。人称宝可梦狂热迷啊，他跟宝可梦合体了。好，帮你，我得进到传送机器里面去，分离程式就交给你了。哎，这样是不是有点恐怖啊？
大哥哥。辛苦你了。我获得了一张船票。哦，船票，我印象中是从六到七吧。一张船票。哎，怎么办？我有点好奇伊布会有什么表情。燕妮晚安啊。看这个晚上心情就特别好。我可以找那个谁一起玩。我希望这个时间点 DDI 已经来到我们这个地区了，但是不可能。穿越时空，平行时空。哎，要看电脑吗？你说我可以把神经宝贝传回去哦？哦，双子岛，然后这个是极冻鸟。145来到了无人发电厂，从十号道路可以到那个地方游过来，太令人吃惊了。我被在地上的精灵球给袭击，闪电鸟，哇，你是超人啊。冠军之路吧，那这边的话就需要怪力了。遇到一只美丽的神奇宝贝，它实在太过美丽，我就这样失去了意识。好，看完了。小金花，晚上好。哎，这剧差不多看完了。拜托不要再有水系咯，没有杰尼龟。这个也不行。这个我吃不下。那个能不能拍一点我可以打的。小火龙快跑！
快跑哦！哎呦我的妈！打我三十二十六，还可以再撑一下。开西，差不多快有飞快到了吧？我在讲什么？差不多快学到飞叶快刀了，这个时间点。哎呀！要顶不住了，对姐姐使用藤蔓，这时候应该要跟那个啊阿伯蛇学捆绑攻击。这招可以耶，我可以先给小火龙学吗？我试试看。可以啊，哈哈。先把那个什么叫声跟烟幕换掉吧。皮卡丘也可以学，还有聚宝弓、热水、电磁波。这区都探完了，我还要去哪边呢？找一下。弄个凯西，这边有吗？对不起，位置都不对。他让他对得很准欸。我再调整一下我的武器位置。好，我先把它放到离我比较近的地方，因为它有点被我的电脑干扰到。
上面还有可以抓。才100块啦，还好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右边那只是什么？切！找一下，往里面走。现在到这边之后是往下吗？没有路哎、欸。好，走回来。哦，杰尼，杰尼龟，想学热水吗？这个脚印，有点恐怖。火箭洞，他们让宝可梦挖洞，一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。哎，可以学到挖洞嘞！我有一个穿山鼠。君莎小姐，啊，人家犯人就在洞的外面。做事很不细心哦。啊，完了。好伤药。资本主义。我要让他在战斗中进化，就是现在了。感觉不太行。他会死欸，再拼一下怎么样？3D 还好。处女，你速度太快了，我顶不住啊！
哦，小火龙的样子。现在玉三家两只到齐，还缺一只。金莎小姐吗？晚一点了，我看能不能先到下一座城市，不然再多抓几只。砍树的招应该还没这么快学到啊。好吧，我可以先去华兰试一下。我印象中是可以把 Go 的 Pokemon 放到那个 Let's Go 里面，然后你再从里面抓。我又看见击败人了。有喵喵吗？不知道。哦，培育屋。让他们多生一点，对不对？摆设围的进去哦。哥们好恶意哦，这边都放百变怪。这个闸门不能通行，所以我们要从地下通道下去。不会吧？他要给我闪光吗？哇！我刚好多一张给你，怎么样？在我走之前，我应该要先回去吧。先回去拿个东西啊 ，Casey， 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 ，Casey。哎呦，我刚好遇到啊，凯西刚好。哦，这里还有卡地狗哎，什么都有，这里什么都有哎。只要丢准一点哦。没办法，刚那个过不去。凯西，别走，很难遇到凯西啊！他走了，先抓胖丁吧。怎么办？真人版的胖丁一直在印在我脑海里面，好恐怖！
他看着我。这个没有到很多。比比鸟我蛮想要练的，想一下，先抓卡蒂狗吧，先抓一只。我的凯西啊，我要开农啦。你们会有一个习惯吗？就是抓神奇宝贝的时候，你会一直按 A。我玩 Game Boy 版的时候会有这个习惯，好像可以增加几率的感觉，但其实没有。我为什么不能在这边直接看我的个性？我问一下卡蒂狗的个性什么比较好啊？特工吗？胆小欸，胆小是攻加速度减攻击，加速度欸，速度好。那我刚好加速，好了，那你可以上。恭喜你加入我们的团队，而且他是公的。那真是恭喜你了，哈哈。我们在那边看遇到个凯西吧，靠塞。刚才好笑的是，我是从旁边经过的时候遇到了，竟然没有刷到。小拉拉走开啦！你很烂。哎，哎，别跑，别跑，比较大只的。哎呀，这个就好了。有登陆梦幻了吗？还没有。有没有观众要抖内梦幻？想太多。马上要脱队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那么晒啊！连两只都是速度，怎么可能？勤奋。勤奋不加也不减，有隐藏的道具哦，这还不用哎，你就这些杂鱼滚嘛。掌机模式哦，只能用单手把玩。哎呦，我不想抓你们，还是我用这个？哎，What the fuck？ 凯西，别走，凯西，凯西，让我来，凯西。抓你们这些狗泄愤 ！Why？
没有，我刚刚想说，如果从上面刷一刷，再走下来，说不定好一点。如果要抓凯西的话，应该是特攻要偏高吧。再抓一只，哎，又换一只。继续抓我的凯利狗。加速减攻或加特攻减攻击，好，反攻击又没什么用。狗，这个世界的肉类食物到底是肯泰罗？那皮卡丘应该不太喜欢华农兄弟，非常的厌恶。怎么又是卡迪狗？爽抓欸！等一下，我可以去培育中心，然后放一堆卡迪狗，然后狗生狗，然后我可以洗它的个性哈，这样是不是很棒？皮卡丘摔打技能75，换吧。摔打最好不要学，啊，没关系，反正之后都被换掉。又是卡蒂狗啊！凯西，你最好给我出来哦！我警告你，我警告你。我的天哪！哦，我现在上传有点卡，正常。我上来变红色了。凯西是不是又在等我跳下去？好恐怖哦！凯西，该出来了，凯西，别害羞啊，凯西，凯西，哎呀，这只可以抓，这只好像不好抓哎。欸，我投这么准没有 S 了。比比鸟我以前很喜欢的，现在最初的版本我是跟他一起走的，但我想要换一个伙伴。好，凯西别出来，凯西我要绕右边一点，
我先把这边重置，感觉这样子绕比较快。凯西，乖，我只要你的图鉴而已。我们先这样刷，对，上面会住三只。好，中间再刷三只。凯西，凯西，凯西在哪里呀？哎，怎么胖丁？胖丁我有了，我然后不敢面对，就很烦啊。不是走右边，我是想要让他重置，我不是不想面对。卡蒂狗抓了一狗票，还抓吗？再抓几只？英杰晚安。哇，三点了还不睡？还是你跟我一样也在抓宝？多抓我可以洗那个个性啊，然后看一下哪个数值好。有人知道那个特殊球要怎么甩吗？是尾劲要够啊。我丢这么准，拜托，对嘛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手游吗？不对 ，Nintendo Switch。哎呀，一狗票啊！大家来看一下，这边又一只胆小的，胆小的，也是减攻加速度，胆小是不是最好？烂，烂，烂，减攻加防御，加攻减特防。这也是胆小的，然后他输到27，速度到27哦，16等。哎，我好多胆小哦，这是我现在用的，好像数值一样，也是27，那没有变。挑 CP 值高的，看一下12162，还有刚刚也是16的哦，同一只啊，靠杯。最好是加特工哦，那可以拼一下。加特工，然后要减什么？
这样不算 excellent， 好吃。哎 ，good。我要满了吗？我看一下。现在是不是已经满了？所以我把这些送回去哈，发送给博士。哦，我可以全选，好爽啊！传回去就送，拿回来。哦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反正都是送一些无关紧要的。